念佛，心里头有佛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不要把阿弥陀佛忘记，这叫真念佛。最后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念佛功德圆满，这是圆满的成就，一定要遵循。这个世界是假的，我们这次又来了，过去来了很多次，现在又来了，要提高警觉，希望一次就成功，那就真的叫没有白来了。心里面想阿弥陀佛，想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往生见佛就有把握。如果还有牵念着这个世界，不一定能往生，那就错了。念佛不能往生的，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舍不得离开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情越播越好，我们要把这个情从世间人人心回归到我们跟阿弥陀佛有情就好了。换一个，阿弥陀佛有情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对这个世界不生留恋，这个世界一切不如意的人要原谅他，一切不如意的事要放下，不要再去放在心上。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纵然不如意也要忍一忍，让一点善根好的劝他一道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，朋友更多。Oh, sure.